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想给大家录的视频主题呢，是一个小型的购物分享。那最近已经天气慢慢转暖了，很多品牌呢也都已经出了许多春夏的款式。那虽然现在可能很多同学还都宅在家里边进行自己的宅家时装秀，但是我也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想要买一些花花绿绿的小衣服的心情，购入了一些非常具有春天气息的单品。那么这个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最近都买了哪些吧。那首先第一件呢，就从我现在身上这一件黄色的针织毛衣开始说。这一件呢是来自于 Mango 今年春夏系列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就是超级超级嫩的这种鹅黄色，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这种初春，并且它这个黄色是有一点点偏马卡龙那种黄色，就饱和度不是非常高，即使是肤色不够白的女生呢也可以很轻易的驾驭。那这件衣服的款式呢是一个稍微修身一点的针织衫，它的袖子这个地方呢是稍微做了一点点泡泡袖的设计，所以可以把你肩线的这个地方修饰的比较好。然后整个袖子呢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宫廷风的感觉，然后在袖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收口，整体来说呢也不算特别长，大概在我的胯部位置左右。我觉得这件面料呢也是非常舒服的那一种，它摸上去一点也不扎，我里边只穿了一件吊带的背心，但是我这样直接穿完全不会扎到皮肤。并且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一点是它这个镂空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巧妙，就是它不会给你太大面积的露肤，让你觉得穿上去浑身不自在。它的这种镂空是非常小小的那种像勾花一样的设计，所以你穿上了就可以增添一点那种少女的俏皮感，是这件衣服的一大亮点吧。不过呢，由于它这个勾花的镂空比较大，在稍微冷一点的时候穿着的，你可能里面就要穿一件背心或者是长袖的打底，不然的话那个风就会从那个眼儿里边灌进去，这个地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觉得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搭配的，因为它本身款式就是一个很基础款的圆领针织衫，所以你下面呢不论是搭牛仔裤或者说阔腿裤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之前这套也有发过微博，我下面是搭了一条卡其色的阔腿裤。我今年就是突然一下非常喜欢鹅黄色加上卡其色的这个搭配，我觉得因为两个都属于同一个色调，又是比较偏暖的颜色，但是饱和度又不是非常高，所以也穿起来显得人非常有精神，并且呢也看起来非常的帅气潇洒。那今年本来就很流行这种糖果色的针织衫呢，除了这种马卡龙黄色以外呢，还有紫色、蓝色、绿色都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在春天的时候购入一件这样颜色比较跳跃一点的针织衫，这样你自己穿上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明朗起来。第二件想给大家说呢，就是这一件来自于 COS 的一件非常有油画感的衬衫。那它的颜色呢是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色调的一个大面积色块的拼接，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很有艺术感的一个撞色设计。因为衬衫的颜色和款式呢有的时候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个样式，无非就是纯色然后条纹或者是格纹，像这种在颜色和设计上比较大胆的款式其实是不常见的。我觉得这件它既有那种大师像毕加索那种很抽象的油画感，但同时呢它又保留了一种很中国的那种泼墨山水画的写意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的不论是颜色还是款式上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它整个的剪裁呢不属于那种非常修身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宽松的那种款式，整个就是一种非常像 Le Mer 的那种设计风格，非常洒脱然后很潇洒的一个感觉。那它的面料呢也是稍微摸起来有带一点点那种丝绸的触感，稍微有一点点滑滑溜溜的，也属于比较好打理的那一种。在搭配上，因为这一件在颜色和款式上已经非常出挑了，很吸引人眼球，所以我下半身又搭配了一条非常简单的一个高腰阔腿裤，藏蓝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藏蓝色和衣服上本身的这个牛仔蓝色啊，还有这种
天蓝色都有一个很好的呼应。那其实这一件呢也可以营造出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气质偏清冷的话，你其实可以里面穿一件吊带的那种丝质长裙，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外套搭在外面，整个是一个非常文艺并且很有气质的一个穿搭。那如果你下身想搭一个比如说深色的牛仔裤，那整身的搭配又是一个偏休闲硬朗的一个风格。下一件想说呢，还是一件来自于 COS 的这一件白色的廓形外套，它其实既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一件衬衣来单穿。那它首先颜色呢是一个比较偏暖调的米白色，我觉得给这件衣服增添了一点平易近人的感觉，因为它这个款式呢非常像以前的 Celine 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廓形硬挺的一个版型，并且它的面料也是那种非常硬挺织得很密的一个面料，所以它不会像那种很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分量，它这个穿在身上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那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领子和前面这个拉链的设计，非常非常极简的那种风格，甚至连一颗扣子都没有，并且它这个拉链是这样藏在里边的，所以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简洁很性冷淡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件衣服简直就是 COS 的一个代表吧。然后它这个领子设计呢也是就是没有一丝多余的线条，它就是那种一个很规规矩矩的小领子。那这一件呢如果说单穿是非常适合通勤的，你下面配一个西装裤或者是阔腿裤都非常的职业，并且显得人非常有精神。那这件如果想穿出休闲感呢，比如说我在这里就是搭配了一条花裙子，就这种碎花的连衣裙，是从头花到脚的那一种。然后因为这个连衣裙它有一个领子嘛，所以我把这个小领子翻出来，然后呼应一下袖口这边的这个小碎花，我觉得穿上非常有春天的气息。那下一件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身上这一件黑色的一件连体裤。它是来自于 Massimo Dutti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但是它应该是 Zara 旗下的一个高端线的品牌。这件连体裤呢当时穿在模特上面，然后一眼就看中了，因为它真的太飒了。首先它这个颜色呢其实在室内看起来像是黑色，但实际上在阳光下看是那种炭灰色，所以它没有黑色那么的正式沉闷。整个的款式呢是一个比较偏工装风的风格，你看首先胸前有两个这样的大口袋，然后剪裁也不是非常修身的那种版型，它是整个一个比较 oversize 一点的款型。很多时候穿连体裤，你在腰这个地方系紧了之后，你下半身尤其是臀和腿大腿根部这一块，它会显得你整个人像一个水桶一样，从上面到下面都是一般粗的，就是显不出你任何的腰身，并且可能还对梨形身材非常的不友好。但这件它的设计就完全避免了这样的一个困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腰和臀部这边的一个设计。它这腰这边你系上一个皮带之后，它就会收得非常的好，很贴身，可以凸显出你这个腰线。然后它下面这个地方又包得非常好，所以就不会显得你的胯这个地方非常的宽，反而呢它这个流线型就显得你身材比例非常的好，腿非常的直。然后下面的裤腿呢也不是一个收脚的设计，因为整体都是一个比较帅气的感觉，所以说下面就设计成了直筒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把那个裤脚放下来放成全长的话，你下面穿一个那种高跟鞋或者是尖头平底鞋，就整个是一个比较 office lady 的感觉。但如果说你把裤腿卷起来然后穿上一个帆布鞋，那整个又是一个非常青春休闲的感觉。那说到这里我就顺带再说一下最近入的一双鞋，就是这一双匡威的1970的黑色高帮。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一直迟迟没有买这双鞋，但是自从我买到这双鞋之后，我真的想天天都穿，因为它真的太百搭太好看了。而且它的百搭呢是那种可以让你每一身搭配都锦上添花的百搭。首先我非常非常喜欢它整个鞋子有一种很做旧的感觉，前面的这个皮包括后面的 logo 都是非常就是泛黄一点点的那种白色，所以不会很刺眼的那种白，并且它整个这个鞋身的这个帆布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织得非常密。我觉得高帮比低帮要更有那种就是复古的感觉，并且我拿这双鞋搭我这一条连体裤也是非常非常绝配的。这鞋可以 hold 住任何的
风格任何的搭配。比如说你上面穿的比较 lady 一条连衣裙，那么你下面穿上这个呢，就会中和一下那种娘 man 平衡的感觉。那假如说你今天穿的比较正式或者简洁一点，一件白色的衬衣，然后一条黑色的裤子，你可能会担心穿得过于正式或者严肃，那么你配上这双鞋呢，立马就可以 dress down， 整个的风格就会非常的青春休闲。所以我觉得这双鞋真的太百搭了。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这双鞋的话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那下一件想给大家说呢，是我身上这一件黄白条纹的一件衬衣，它其实是 Sandro 的一个男款，但是我那天无意中看到，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就赶紧买下来了。那它这个颜色呢，是一个非常黄皮友好的颜色，就是这种姜黄色，然后和这个白色的条纹呢是比较稀疏的，没有非常的密，我觉得视觉上看起来呢会比较的随意一点。它的版型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它不算很修身，但也没有很 oversize。 我买的这一件是因为它是一件大号，所以就显得比较 oversize 一点。它的面料是100%全棉的，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打理，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打皱，但是一般洗完然后烘干之后，你只要不刻意的揉搓它，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平整的。那在搭配上呢，我觉得这个黄色非常非常适合搭深的牛仔蓝色，比如说我现在外面穿了一件深色的牛仔外套，这件外套也是之前上个月的时候 COS 打折的时候我在男装区淘到的，它的剪裁是不是那种很 oversize 像茧型那种样子，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规规整整的牛仔外套。然后我觉得这两个搭在一起颜色特别的协调，有一种90年代那种很复古的感觉。我在买了这一件衬衣之后，有一天无意中刷到一个公众号的推文，发现 Jenny 好像有一件这个同款，但是它的穿法跟我就非常不一样，它是这个地方系了一个类似于腰带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把腰身给显出来了，然后上面多解了几个扣子，整个的就是一个比较偏女性化的穿法。那我觉得这种非常有创意的穿法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OK， 那以上的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挺难过的，我本身是武汉人，看到国内武汉的疫情现在慢慢在好转，我内心是非常欣慰的。但是现在国外的疫情也不容乐观，很多地方都已经停工或者是强制 work from home， 学校也都停了课。那就希望在这一段宅家的时间里面，大家能够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注意休息，注意营养，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段特殊时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在下方给我点赞留言评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